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WIWU 的小吉。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出门玩了一天，手机、耳机、手表全部都没有电，回到家又想玩，但是却又不知道该先充谁的困境。所以今天他来了 WIWU qi2 三合一折叠无线充 W028。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，开箱的时候我顺便给大家聊一下 qi2。qi2 是无线充电联盟 WPCW 的最新无线充电标准，也被称为快速充电的标准。它代表了无线充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，意在提供更高的充电效率和速度。像我猜的这一款就是 qi2 产品。打开盒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折叠起来的样子，只有一个鼠标的大小。我们把它打开来，手机无线充和手表无线充的底板是可以掰起来的，而耳机的无线充则是隐藏在这里。功率方面的话，耳机拥有高达5瓦的充电速率，手表则是有 2.5 瓦的充电速率。手机方面更不用讲，底板的 logo 可以轻易的表明它的身份，支持15瓦的无线快充。这样的三合一无线充是否能解决你现有的困境？如果可以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